HBL 高中篮球联赛，锁定麦卡贝，请为东泰高中加油。然后 on switch， 哇吼，陈靖元，哇，我也这场比赛首开纪录，三分线外的出手比三分线之内出手还多。哇，这时候里约也回进了一颗哦，都是蛮有趣的。志平开始首次失误，这双方一开始并没有在，哦，这跟前一场比赛啊，这个不论是能人或是成功，都守了四十分钟的人盯人，不太一样。球员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。哇吼！所以就知道往外分。这时候多尔在左边的三分线出手，吼吼！哇，廖思恩钻到一个空档，哟吼！哦，这个外围的三二从防守区域防守开始变成人盯人，那廖思恩在左边底线，哦吼，有了，吼吼！但是呢，志平还是。好球，好球！人领球在中路跟进，哇，这球打得漂亮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看到，都挂掉了。哇，东泰，那你必须要帮助你的队友，可以提醒你的队友，用任何方式都可以。哇，廖慈恩又是在环节上，就是能够晋级到哪一关，其实跟戴笠有真的很大的关系。哇，廖慈恩，哇，今天找到一个空间，把这两分给摆进。那目前胡靖豪今天个人也拿到十二分了，戴笠有喽，哇哦，出发，哇，这个传球的角度真的是相当的好哦。你这两天你平常是个射手，但这两天就卡带。就投不进，你明天就还是投不进，所以这两天其实对志平啊，对成功最重要的是，我认为反而是要来得更强哦，更能够获取经验。而且对于高一的球员来讲啊，你今天打的是 JHBO， 这个好球，这个断得漂亮，完全猜到了的话，那像卫法战不用一天打两场，可是呢，你可能在休息天你还在打两场比赛，所以反而对东泰来讲，球员会在场上做这个动作。好球，转了一下，哦，还是顺利摆进这两分，就是这方晋级。其实对志平跟成功来讲啊，其实在这个赛季都已经算是提前达标了，因为走，好球，陈冠伦，哦吼。